各位，请。 哟，这切块不错呀！霍将军还有如此雅兴，特意准备了如此美食啊。不过这鲈鱼，是不是老了点儿？你别讲，你眼花了，那可不是鲈鱼。不是鲈鱼，而是鲤鱼。嗯，倒也别有风味嘛！啊，<笑>竟敢吃地性鱼！ 大逆不道，该杀！什么地性鱼啊？闻所未闻嘛！拓跋一支乃西汉李牧改姓而来，太后推行汉化，要将李氏封为拓跋始祖，此乃天子之幸。天下鲤鱼皆是地性鱼，必定进食。临别驾竟敢顶风作案，其罪当诛，还不拿下？霍玄，你竟然设计我们！这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 霍玄，好大的胆子，设计众人吃地性鱼！你要造反吗？怎么，刘刺史的盘子里也装着地性鱼吗？还是大家如此友爱，怕临别驾路上寂寞，想陪他过奈何桥？哎，他们可全都吃了，不止我一个人呢！霍将军，坐下。 将军，我看还是再检查一下诸位大人的盘子吧，万一有漏网之鱼呢？不不，没，再没有了。听见了吗？刘刺史说没有，那就是没有了。霍将军，我愿意带头捐出500担粮食，解了将士们的燃眉之急。将军啊，还是再检查一下吧，毕竟这件事情，如果让皇上知道了。 总归是不太好。1000担。嗯，王总，嗯，你还是检查一下吧。5000担粮食，霍将军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也怪我太粗心大意，这总有些奇奇怪怪的鱼货混进来是吧？去吧。8000担，再多要，你干脆杀了我吧。连刺史大人都如此慷慨解囊。 大家总不好太小气吧？我也捐1000担，我捐粗布100匹，我捐20000，我也捐800担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哼！既然大家如此大气，霍玄敬你们一杯。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吧，恕不远送。霍将军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请你解惑。但说无妨。今天吃的真是地腥鱼吗？ 我又不是傻子，干嘛给诸位大人吃那玩意儿？那临别驾，临别驾一点都不了解女人，女人都很小心眼的，人间正道他不走，非要选择一条死路硬闯，那为只好拿他开刀杀鸡儆猴了。你为了军饷竟如此不择手段！你们平日里为了敛财，不也照样不择手段？从百姓手中掠夺的财物，最终用于保家卫国，这可是件大好事啊！ 若是我最后仍不松口，大家都这样小气的话，我只好干脆把你们都宰了，然后率军进城，将所有豪绅贵族都翻个底朝天。刺史大人别害怕呀，我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边疆大吏当然杀不得了，不过把你绑了讨要赎金，贵夫人一定会哭着喊着给我送钱吧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 你简直大逆不道！刘刺史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不然等我们将军改变主意了，你想走可就走不掉了。
将军，他不会去皇上那儿告状吧？荣止相信我，才会把军饷一事全权托付，而我也会把朝中大局交给他，这才是真正的彼此信任，并肩作战。 殿下，此人的确穿着刘宋的衣服，佩刀也是来自刘宋。在大魏最热闹的集市上，别说是大宋物品了，就连西域奇珍也有啊。那他为什么要假冒刘宋人？容止，如果我要去干坏事的话，我当然蒙面，不让别人知道我是摄政王妃啊。你再叫我一次名字试试。这不是重点。 重点是有人假借大宋的名义到处惹是生非，不用你管，我会调查的。容止，你能不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啊？你想想，我是大宋公主，要是任由宵小作乱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兰若，殿下，把王妃带回去，再让我听见她说话，砸断她的牙根。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瞧你那驴脸，拉那么长，真吓人。 来人，是。快把人抬出去。沈玉，在，把集市的情况通通记下来。殿下，你是怀疑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清月。 你说那些人为什么要假扮大宋人？我不知道，我总觉得呀，有人在故意闹事，只是没想到被我给碰上了。兴许是一时巧合呢。可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？很多巧合都是人为制造的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应该顶撞殿下。算了，不想了，我困了，回去睡觉了。 大事不好了！快点！怎么回事？将军，末将无能，军饷被劫走了。是什么人？刘宋，是刘宋士兵。 拜见陛下。太妃呢？太妃早早就休息了，奴这就去。朕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陛下。太妃。 你看上去身体康健，为何三番两次将朕拒之门外？陛下若是不悦，
就治我个欺君之罪好了。太妃何出此言？我与你母亲情同姊妹。自你母亲过世以后，我待你如何？你与云儿虽非异母同胞，可是也相伴长大，手足情深。如今，你听信奸佞之言。 将他看成了眼中钉，肉中刺。太妃的照料，朕自然不敢忘。那你为什么把他关进了冷清清的康王府？我是他的生身母亲呢，你连我都不让见，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太妃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皇兄他做错了事。云儿，他最大的错误是他不应该让摄政王难堪。 更不应该让陛下为难。早知道今日，当年他出生的时候，我还不如亲手掐死他，也好过现在受兄弟掌掴，处处难以自处，受人白眼。好，朕看在太妃的面子上。 就饶了皇兄这回，还不行吗？我不敢让陛下为难。朕知道，这段日子难为了皇兄，朕以后好好补偿就是了。太妃，你再这么哭下去，朕也会难过的。陛下，好了好了，太妃，你不要再哭了。 朕马上下旨，把皇兄放出来。齐太妃娘娘已经请了赦令，你再也不用被禁足了。我们好好去庆祝一下。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昨日荆州刺史上了奏章。 弹劾霍玄，抢夺军饷，这事儿我知道啊。没想到霍玄竟如此大胆，弹劾他的奏章像大雪一般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不过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好事？当然，容止为了保护霍玄，拼命地打压荆州刺史。嗯，这连带不知道得罪多少人，就连皇上也很不高兴。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但我的心很痛。殿下，我待他如珠如宝，珍惜不已。但他竟然为了容止，不惜一切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，成为众矢之的。你这是为什么这样对我？ 殿下，你别吓我！我的心很痛啊！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去找大夫，给我回来！你要是告诉任何人的话，我就把你杀了。或许我告诉你，你越是爱他，我越是要让他死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鹿死谁手。 齐恒，请殿下吩咐。我们收网的时间到了。是。救命啊！搜集杀人了！你们放开我！ 我问你，看见兰若没有？我又不是鬼，你躲我干什么？莫非恕罪，奴儿死。算了算了，你走吧。
怎么回事？干嘛都对我避之不及的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殿下，已经查问过很多人，都没有线索。不过，近日有一个刘宋人醉酒杀人，被阻止之后，却又连杀两人，引起民愤。经过此事，两边积怨更深。若有刘宋人走在街上，几乎是人人喊打，寸步难行。所以他们是把外面的风气带到王府里了。殿下恕罪，那些仆人不懂事，迁怒王妃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杀人者不是普通的刘宋人，而是当初送亲的使节。送亲使？正因如此，大伙心中怨恨不平，私底下更是流言蜚语。他们说说什么？他们说刘宋与大魏联姻，不安好心。刘宋公主就是个细作。谁在散播流言？殿下请勿动怒，这个事情需要谨慎处理。如今你因为霍将军的事在朝中受到弹劾，现在这个时候更不能引起争端。别做梦了，恐怕我想安静，他们也不会消停。陛下，刘宋人无视卫律，频频生事，闹得民怨沸腾，群情激愤。如果朝廷置之不理，只恐酿成更大的祸患。这件事朕也听说了，那依你的意思应当如何处置？臣不敢言。朕叫你说怎么又不敢说了？刘宋跟我们大魏是姻亲，刘宋公主又是摄政王王妃，我就怕摄政王伤心嘛，故而不敢言。康王什么意思？认为我会包庇刘宋吗？没有，摄政王您误会了，我是担心您左右为难嘛。康王，摄政王定会事事以朝廷为重，怎么会因为姻亲关系而格外偏袒刘宋呢？这么说来，摄政王殿下一定会秉公办理吗？那是自然。那河山杀人事件殿下怎么处理？陛下，只不过是一起民间杀人小事而已啊。我大魏和那刘宋刚刚止了兵戈，何必为这种民间小事再争吵不休呢？马相，现如今无数义愤者都聚集在廷尉外头，整日整夜不肯散去，要求严惩刘宋凶手，甚至三次试图冲入廷尉。您说这是小事吗？在我大魏律法约束之下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恶性杀人事件。若非杀人者是刘宋贵族身份，廷尉卿迟迟无法决断，又怎会引起这么大的民愤？廷尉卿不是无法决断，而是根本不好决断。陛下，据闻当日百姓群情激愤，上去围殴杀人者，现在那杀人者犹如三岁小儿，除了会流口水之外连自辩都不会，这根本无法审理，又如何结案呢？人证物证都在，又如何去辩解？只怕百姓们冲入廷尉，到那个时候我们抓不到凶手，那就来不及了。陛下，那河山乃是当初刘宋送亲的重要使节，为这么点小事儿就贸贸然杀了，恐怕那刘宋必然会动怒啊。那又如何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区区一个刘宋使臣，难道可以滥杀无辜百姓吗？你将大魏律法置于何地？将大魏尊严置于何地？难道让大家笑话咱们，连天子脚下的百姓也无法庇护，只能任人鱼肉吗？好了，你们都不必再说了。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哪怕是为了平息民怨，这个刘宋人也是非杀不可。摄政王，臣在。
十日后处决河山，就由你亲自督行，以示大魏律法公正无私。臣遵旨。你说河山杀人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。千真万确，好多人可都亲眼瞧见他醉酒杀人，被百姓们截住，硬生生押去了廷尉。如今这可是平城最轰动的案子，因廷尉迟迟没有判决，所以引来无数民怨，可能就是所以王府的人才会迁怒于我，觉得宋卿使臣都杀人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对吧？王妃，你千万不可这么说，奴知道你这都是受了连累。我要去廷尉。王妃，我们走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快走！大家都来瞧啊！快点！这些不知廉耻的刘宋人，让他们在大魏经商赚钱，现在可好？杀害我们的同胞，可恶可恨呐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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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车！我滚开，走。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捂着的她就是刘宋的公主，就是她把刘宋人带到平城来的，她才是杀人的幕后主谋。滚出去，都滚出去，滚出去，赶紧滚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，都滚出去。神医，保护王妃。闪开，闪开，不让开！闪开！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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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了，王妃，卑职救驾来迟，去找阿母吧，请王妃恕罪。走吧。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后退。闹成这样，还不回去？我要去廷尉。河山是大宋人，但他一定没有胡乱杀人，这件事就有冤屈，我要听他解释。王妃，河山已经被人打傻了，根本就无从解释。就算这样，我也要弄清来龙去脉。上来吧，回去先换件衣裳，我随你入宫。上来吧。人，河山，河山，河山。殿下，河山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五天就要问斩，现在人却死了，你们怎么看守的？摄政王恕罪，这刚才还好好的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殿下恕罪。这就是河山。是啊，他额角有疤，就在那儿。所以，不存在冒充的可能性。什么意思？上回醉酒闹事的刘宋人，你说是冒充的，所以我想知道这次的河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刘宋使臣。原来你来不是帮我，是要坐实大宋罪过，是不是？容止，你不准走，站住。人怎么死的，你连问都不问吗？他是畏罪自杀。人都被打傻了，还怎么畏罪啊？既然知道有人杀人灭口，却不追查到底，为什么？王妃，廷尉非比寻常，殿下处境艰难，力不能及，
更何况杀人者已经死了，如果还要继续追查下去，恐怕只会牵连到更多人，只好就此结案。就算何山是真的杀人凶手，那那些无辜的大宋客商呢？他们在这娶妻生子，安心经营，他们把大魏当成第二个家。可你们呢？不光把人赶走，还没收财产和店铺，你凭什么？王妃，若非殿下求情，这些人失去的岂止是财产和房子，连性命都要丢在大魏。你说什么？皇上震怒，下令要所有刘宋人都要离开魏境，如有违抗，轻则下狱，重则处死。所以你们是要开战吗？那你干脆连我一起驱逐出去算了。你以为人家不敢吗？我告诉你，第一个死的是和珅，第二个死的是刘宋商人，第三个就是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此事更不能轻松了结。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证明和珅清白呢？和珅已经死了，拿什么证明？我要见皇上，当庭申辩。别傻站着了，跟过来。你们俩快过来，快！摄政王妃，皇上正在安乐殿议事，你要真有什么事找他，你在这里稍等片刻。可是我有急事要见皇上，现在就见。这安乐殿是朝中大臣们议论朝中大事的地方，你实在不宜前往。这样，等皇上议完了事，奴才一定去禀报。可是既然在议论正事，我身为摄政王应该有义务要参加吧。你当然可以了，请。刘楚玉，我先进去瞧瞧，没有我的吩咐你不许离开半步。我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请你务必转告皇上，此事有关大宋与大魏的和平，他一定要见我。请。殿下，请喝茶。听说那个摄政王妃来了。殿下，那个刘宋公主上次在宴会上把王尚书吓得半死，你可千万离她远点。有那么吓人吗？都说刘宋和大魏联姻是打了败仗送过来赔罪，不过依奴看啊，根本就是刘宋送来的细作。细作？是啊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刘宋使臣杀人的案子最近闹得好大呢。使臣杀人放火，主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看啊，你刚说我什么呢？摄政王妃，我耳聪目明，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胡言乱语，说我什么大宋细作。殿下，殿下救命啊！殿下，你住手！你放手！为了感谢你对我威名的宣扬，我今天给你换个新的发型。殿下，你敢！你这个刘宋公主！殿下，不要！救命啊！殿下救我！不要剪我的头发！不要！将军，咱们这样单枪匹马来到荆州城，实在是太不安全了。不安全？是啊，前些日子为了军饷，你可是把荆州刺史得罪得不轻，人家一连上了好几道奏章弹劾你，幸好啊，都被摄政王给压下来了，人家正愁没地方报仇呢。现在好了，军饷丢了，人家更要借题发挥了。我既然敢抢，就不怕他闹。可是将军，放心吧，按他胆小怕事的个性，顶多就是扯扯后腿。我要是他，早就集结荆州守卫军冲出来狠狠干一仗，
还会窝在刺史府里孵蛋吗？说的也是。不过这几日我们暗中查访，却是一无所获，对方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进荆州啊？哼，我命人率军堵住各处要案，他们根本运不出去。唯一可以藏匿的地点，就是荆州。这帮该死的刘宋人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只有亲手抓住主谋，才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刘宋人所为。不对啊，我明明看到打伤我的那帮混账东西穿的是刘宋军服。凡事不能光看表面，一定要深入调查后才能做决定。难道将军是怀疑？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。走吧，傻小子。哦。阁主，霍玄一直在城中走访，看来是不肯死心。那就让他继续查好了。我很期待他的表现。殿下，快来人啊！快来救救我们殿下！怎么回事？放手，不用你假好心。叫太医过来。是。殿下，你别碰我们家殿下。我，殿下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快救救我们殿下！殿下，你快醒醒啊！殿下。皇帝，醒醒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已经请太医了。太医，殿下的症状有些奇怪，似有轻微的中毒迹象，微臣已经给他服下了清心丸，不会有大碍了。中毒？说是中毒，倒更像是过敏。微臣曾经提醒过殿下，素有喘疾，体质敏感，一定要格外精心。你们是怎么照看的？皇兄，不怪别人，都是他害我的。关我什么事啊？陛下，八殿下向来身体弱，闻到浓重香料会严重过敏，因此殿内从不熏香，身边的人也从不配香。刚经过摄政王妃，奴就闻到一种奇怪的香气，心下虽然怀疑，却不敢往别处想。谁知他刚离开没多久，殿下就浑身发痒，呼吸困难。什么奇怪香气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身上古怪的香气是从哪儿来的？来瞧瞧，这是一品红的花粉。什么？一品红？没错，一品红的花叶本来就是有毒，按说寻常人只是闻闻，不会有什么大碍。只是八殿下素有喘疾，体质敏感，这东西是万万碰不得的，一个不小心可是会送命的。王妃，女儿家的香囊里放的都是薄荷、艾草、兰花，绝对不可能是一品红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品红是毒药，你随身带着有什么目的呢？难道真是摄政王妃所为？好好的一个小丫头，心肠竟会如此狠毒。八皇子与她无冤无仇，碍她什么事？就算不是针对八皇子，身上带着这种有毒的香囊，也一定是心怀不轨。刘宋人就是小人之心，诡计多端，这个刘宋公主更是登峰造极，难怪有着随便杀人的时辰呢。就算是摄政王妃所为，这伤害了小皇子，那也是死罪啊。我都说了，这香囊不是我的。
是从你的身上找到的，又不是别人。摄政王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不是让你待在原地不动吗？他们这栽赃陷害的本事，我就是原地不动，也会有一盆狗血从天而降的。刘宋公主，不要巧言令色，朕要听你的解释。敢问诸位，我为何要佩戴一个有毒的香囊去伤害一个孩子？奴陪着八皇子闲谈，无意中说起近日刘宋使臣杀人的案子，本是无心之事，却惹得摄政王妃勃然大怒，他竟剃了奴的头发，殿下为奴抱不平，不过是说了他两句，没想到他竟然下此毒手来报复。按你所言，我教训你是临时起意，我又不知道八皇子的体质，又怎么可能提前准备香囊呢？也许你准备毒香囊根本就不是为了针对八殿下，只是被我们殿下碰巧撞到了而已。小小香囊藏有剧毒，若是放到茶水点心里，中毒者必定命丧九泉。谁知道你带着他入宫究竟要祸害什么人？王妃，你既然来见陛下，为什么随身带着一品红呢？这是对陛下大不敬啊。难道摄政王妃要谋害陛下？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啊？哼，一定是陛下下令驱逐他们，刘宋公主劝阻不成，便想到如此恶毒的主意。这八皇子也是倒霉呀，这是待灾呀。若非八殿下体质特殊，对香味更加敏感，真让刘宋公主伤了陛下，那大魏的万里江山危矣呀。你们有妄想症吧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这是病得治。不是别有用心，怎么会携毒入宫呢？八弟不小心撞破，倒是救驾有功。陛下，摄政王妃心怀不轨，屡屡伤人，所作所为实在可恨。您对刘宋一直心怀仁慈，没有赶尽杀绝，现在该下定决心了吧？够了。王妃，你说你是无辜的，请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起来，我问你，你是闻了一品红的香气才过敏晕倒的是吗？是。那你知不知道大宋是没有一品红的？我从小到大根本没有见过一品红，我又怎么知道它花粉有毒啊？更别说把它装进香囊带入宫了。我的身边呢，除了清月这个小丫头以外，可全都是正经大魏人，难道你们大魏子民会告诉我如何用一品红害人吗？虽然我大宋女子是出了名的心灵手巧，但是我真的除了吃喝就是不懂刺绣，你们陷害我之前怎么不打听一下？我是以草包公主闻名天下的。你倒实在。香囊也可能是他人制作。这害人的东西我找谁做啊？难道我要跟宫女说我要害你家陛下给我缝个香囊？就算找人代做，那香囊这个材料和针线总得有迹可循吧？你仔细查查不就知道了？这都是你的托词，你没有实在的证据，那就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。好，哼，听你们所言，这一品红的香气闻一闻就中毒晕倒了，那要是亲手摘下来再研磨成粉末的话，身上留的味道一定更重吧？更重要的是，我都说了，香囊是别人塞给我的，所以在那之前应该一直在对方身上。来人，宣训狗尸。俗人常常附庸风雅，以冬日雪水泡茶，却不知这无根之水落了地，便也就失去了洁净。真正要说用水呀，还是得用山泉。难怪我那个皇儿常去你那儿驻足，这么大的皇宫，只有你一个人能有这种烹茶的闲情。
太后娘娘总领六宫，自然忙碌，臣妾闲来无事，无聊打发时间罢了。皇上跟我说过，常喝蒙顶茶可以修身养性，当得起仙茶的美称，只可惜每年收成有限，皇上怜悯茶农辛劳，便免了年年上贡。没想到齐太妃那儿却是从无断绝。康王孝顺，知道臣妾爱茶，并特意派人千里送茶，皇上知晓，已经骂过他兴师动众了。正因如此，臣妾不敢独享，特意带来与太后娘娘共同品鉴。难为你一片心意，倒是常常想起我。太后，人生若如初相见，相见不如多怀念，江南烟雨昙花一现，都在细雨绵绵。人生若能常相见，如何才能看不厌？去年今日走一片天，却是不同的脸，好像在